就是传说中的，没错，我就是传说中的猜心大师。我怎么会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手中的就是黑桃雷心，怎么可能？想学吗？我教你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三奇。那我们在这边先宣布一件事情，三奇破800订阅啦，谢谢大家的爱戴跟支持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谢谢谢谢。那三奇之前有说过呢，我们只要破800订阅的部分，三奇会公布心心相印撩妹魔术的教学手法啊，就是我们那个猜心魔术的教学手法。那今天我们择日不如撞日，刚刚好，今天是2020的520，真是个很特别的日子。那三奇就等今天啦、啊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讲解这部影片的教学内容喽。我们看下去 ，Go。好了。那三奇要开始为各位讲解这个魔术的手法哦，只要有一副扑克牌，人人都可以做得来。哇！那有一副，如果想要尝试的朋友，可以买一副扑克牌，跟着三奇做做看，在家里面自己试试看哦，就可以直接很简易的就可以变出魔术来了哦，很神奇哦。好，那这副新的扑克牌，三奇就把它拆开了哦，各位检查一下哈、哦，这完全没有开封的新的扑克牌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喽，要把它打开了。好，首先第一步的部分呢，我们现在要抽出21张牌。好，各位检查一下哈，这是一副完全没有问题的扑克牌。大家来看一下哈，每一张牌52张牌通通都不一样。那等一下我们不会用到那么多张啦哈，等一下我们会选择抽起来21张。没有看过魔术的同学的朋友哈，可以先去上面的资讯栏哦，看我们之前的表演的那个魔术。还没看过魔术的朋友，可以看看上面的资讯栏哦。我们上面资讯栏有放之前的魔术的影片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21张牌抽出来，任意21张哈，鬼牌也可以。那黑桃 A 刚刚三奇片头里面有放的哈，那我们也一起放进去咯。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张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为了公平好了，三奇先洗一次牌，先黑桃 S 先拿出来哈。好了，洗得够均匀了吧？这样洗得够均匀了哈。那三奇，除了这一张黑桃 S 以外，我另外再挑，这是我们的目标牌哈。现在给各位看一下下，那我们再挑20张不一样的出来哈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。好，那这个牌我们就没用，先放旁边了。好，那这21张牌的部分我们就把它收起来，随便你怎么洗，你要怎么洗都可以哈，想要怎么洗都 OK 的。假设现在我们已经挑了那一张 S 哦，假设哈，我们现在一开始已经挑好那一张黑桃 S 了，一开始的第一次你要怎么洗牌都可以，都没有关系哈，
要怎么洗乱洗乱洗都没关系，反正黑桃 S 已经在里面了。可是呢，第二次开始就不能再洗牌哦。要记得哈，这个我们这个魔术总共会有拆三次的动作哈。那第一次的洗牌动作完了之后，后面就不能再洗牌了哈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喽，翻过来给各位看比较清楚哈。纵向排列就是横的排过去，总共排三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记得牌跟牌的部分要像这样子重叠哈，再叠上去，不能在下面哦，不能像这样在下面哦，要在上面，这样纵向排列，这样依序把它排过去，排三排。好的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开始拆第一次了。假设现在我不知道这一张牌在哪里，那我会问观众说，那这一列里面有你的牌吗？哦，那我们刚刚是黑桃 S 嘛，在这边，哦，各位看一下，那我们就把这一排要记得收好，哦，像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收，收整齐，收进来，放在最下面。那我会再问说，啊，那这一列里面有没有你的牌呢？好，你看黑桃 S 在这边，对不对？那观众会说有，哦，我的牌在这里面，他并不会跟我说是哪一张嘛，这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张牌，哦，那这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整齐的把它收好。那记得哦，有黑桃 S 的那一叠要放在三叠牌的中间哦。现在我没有的那一排在下面， S 的放中间，最后这一叠牌一样收整齐，把它放在最上面。好，第二趟一样的动作，不能洗牌哦。那记得这个时候不能洗牌了哦。第二次再来，基本上猜第二次的时候答案就已经快要出现了哈。好，这时候刚刚的动作我们再做一次。那这一排里面呢，假设我问观众，这一排里面有没有你的牌呢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你的牌，那一样整齐的收好，记得哦，要像这样子整齐整整齐齐的收起来。好，假设预设我又问说，这一叠里面有没有你的牌呢？还是没有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叠要记得哦，先放在旁边哦，先不要放进去了，那最后一定是这一叠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把有的这一叠一样要记得哦，把它收起来，整整齐齐收起来之后放在正中间，一样放在中间的这一叠哦，这一塌牌里面，然后放起来。好了，这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出现了，我们现在就要直接猜这一张牌的位置在哪边哦。目前我们现在只要念出我们的咒语，天零零，地零零，猜的就是你，哈哈，各位学会了吗？很神奇吧？哈哈，好玩吧？这个魔术，只要有一副扑克牌，人人都可以是猜心高手。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扑克牌，又有很想学这个魔术的话呢？赶快去买一副，跟着三奇的影片一步一步的学，你也可以是个猜心高手，好不好？ OK， 那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，2020520，三奇在这边祝福天下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幸福美满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，好不好？那喜欢三奇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G 以及点赞加入我的 FB 粉丝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